Kid 林柏森和女友冬天妹子两人感情稳定，在情人节时终于公开对方正脸幸福的模样，羡煞网友粉丝们。而即将迎来38岁生日的他，20日在 IG 上发文表示，晚上他的频道野人七号部落会发布一则对他人生最重要的芯片，希望能得到大家满满的祝福。网友大家猜测要公布的是什么事？突如其来的宣言引发外界关注，大票网友疯猜是不是要求婚了？没想到频道的 IG 账号随后立马抛出影片预览图，要大家看一下这封面可以吗？照片中 Kid 和女友超甜蜜接吻，还捧着一大束花，配字写上我和东区妹子求婚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似乎是已经求婚成功，底下涌入许多网友祝福。不过主人公 Kid 可是超傻眼，原本还在卖关子的他却直接被揭晓谜底，让他都傻眼现身留言，你知道你爆雷了吗？无奈语气让粉丝纷纷笑翻，直呼现在删掉也来不及了，安慰他这样点阅会更高的啦。Thank you.